以电竞游戏为主题，集结多位明星潮牌联合创作的新品牌大赏正式亮相。艺人昆凌为了代言的咖啡厅快闪现身，也提前为展览造势。因为其他还有很多就是其他新品牌，就是大家可以来看到就是时尚，然后如果他们渴了饿了，还可以来喝个东西吃个东西。对咖啡拉花和服装设计很有想法的昆凌，以爱犬为命名灵感自创品牌，出席活动也特地穿上自己设计的 T 恤，并分享他的时尚潮流观。潮流要带点意义，就是告诉就是年轻人啊，或时尚的人，就是不一样的意义，就是每个牌子都有他自己要传达的一个力量。除了设计服饰外，昆凌也与豆腐人联名合作翻玩电玩角色。里面那个角色的话，其实它也蛮像一只大宠物的，所以我觉得跟玛吉做结合还蛮可爱的。新品牌大赏结合时尚、流行、动漫和科技外，也邀请到艺人团体、人气 coser 表演，以及明星电竞赛，要让台湾艺人品牌推向国际。记者胡志兴、高新峰采访报道。